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来到100岁 Q&A。能够像美妆 YouTuber 一样拥有梦幻的化妆台哦，是每个女生的梦想哦。这次要告诉大家如何利用有限的卧室空间，创造属于自己的化妆区哦。节目开始之前，记得先订阅我们哦。我们每个星期二、星期五下午5点固定上片，提供更多装修小知识给你哦。那在卧室中，我设计化妆台很容易受到平数、压梁、边柱的因素影响。如果是平数小的空间呢，可以使用嵌入式化妆台与衣柜结合，不仅满足需要的机能，也修饰墙柜的庞大视觉感。或者是在柜体内有预留化妆台的位置，加入水平横移推拉门，方便哦隐藏桌上杂物以及进对门床的疑虑。另外也可以加装缓冲五金装置，避免大力关门的声响以及夹手问题。床面的结构柱呢，容易在房内形成条状的机灵地带，可以利用柱体或是以短墙层板分隔界定出化妆区，也让原本难以利用的机灵区块发挥最大的效益哦。甚至哦，有时室内呢会出现多角窗格局，为了配合建筑外墙造型，这类型哦非方正的墙线呢可以客制木作桌门，另外加上圆镜还能变成化妆办公两用的多机能桌面哦。先依照使用习惯分类，让物品呢摆放更有条理。为了避免物品散成一团，抽屉内部呢可以使用木质收纳盒，既能平面移动，还能堆叠收纳。另外，角边呢可以制作边柜来摆放吹风机、电棒卷或是较高的瓶罐。长度与深度呢可以依照空间来变化，宽度大约25到40公分。同时，化妆台插座呢需离地80到90公分，并且设定于桌前，方便电器使用哦。除了在化妆台旁边增设柜体外，不妨呢可以选择类似先进的收纳型镜柜，在需要化妆时呢，只要向外掀开就能直接使用，平时关上时呢也能变成工作桌。但是要注意哦，如果想要柜子顺畅的开合，桌面呢就要避免物品的堆积哦。想要画出自然完美的妆容，光线哦是非常重要的元素哦。色温上哦，建议选择4000K 的白光灯。如果想要更专业的彩妆灯光，则可以利用白光或黄光冷暖色的交织，两种灯泡交错排列在镜面前，整体呈现自然的柔和风。另外，若想要用 LED 灯作为化妆镜灯，建议挑选4000K 以下的暖光灯，才能仿造出日光感哦。除了选对光线，灯光方向性也是另一个重点哦。让灯打在双边或四周围绕并正向人脸，尽量哦避免单边打光，才能完整看出脸上瑕疵，让妆容零死角。以上呢就是化妆台设计的小技巧，最后重点整理给大家，希望今天的影片让大家对化妆台设计有更多的想法。喜欢我们的影片，记得按赞、订阅、开小铃铛并分享。想了解更多的资讯，欢迎下载我们100室内设计 APP。那我们下次再见，拜拜。